方便。你买东西，看跑出这啥？跑出一趟又买那啥呀？水果刀都没有，买一个。他妈多少把刀？老多刀了。买半个，我刷碗去。啊，行，你帮我干活去。帮你干活乐。帮我干活，我高兴。买收音机。哎，出去的话你就得工艺嘛，大多买买。这切水果还都方便，水果刀。你卖的东西真好，啥都有。哦，这东西，这不是晾干了这么凉的这烂梅。啊，这不是干啥的？哼哼，猜猜。你愿意干啥干啥吧，随你便儿。玉蠢银拆拆。哎呀，卖啥真？猴哥买收音机，今天买收音机。这酒杯啥吃喝你就亮着。你把灯打着吧，我给录像把灯打着亮堂。这你就亮玻璃缸了，不亮玻璃。是不是挺好看？让网友给评论，老说猴哥没有审美观点，不好看。猴哥买的捣蒜，这个捣完蒜装这里头，不要那个、那个不好。六块钱，多好！你把那个搁这里吃也行，水果扔就不退。盛糖的勺，刷碗的，这是 L 号，我去，买一个水果刀，专门切水果，这个不能切肉什么的，就切水果，省有味儿。切水果没有味儿，要多好看！哎，大头碗那东西真好，好看，那衣服卖的蓝莓吗？普马捷豹衫39块钱一件衣服，到手15块钱20块钱一件。我就为了听那五一的那什么，那叫国语新闻晚上睡不着。FM105.9。对，听的那个，我才买这东西。FM105.9，多伦多头条，还送咱们票呢。明天想看电影呢。送猴哥我俩两张票看露天那种汽车电影，汽车电影，汽车影院，汽车没看过呢。刚才我去了，啊、就上那个帽去。啊，你就上那儿去了？对，这都国产的这东西。三个电视。你看他说的，我咋那么好看？我咋看你买这个东西，我咋一样都不喜欢？你喜欢啥呀？你那目光短浅的，喜欢啥？
头哥买的东西都实用一点。这刀多少钱？七八块。七八块钱。是啥的？不是六点钟之后，今儿这咋没有中文台？这不都是中文台吗？啊。老爷子，你戴个帽子。是大多地区首屈一指的殡仪墓园服务机构，守护无数家庭。旗下十座墓园庄严雅致，碑搁那儿呢。部分更提供一站式服务，免去亲朋奔波之苦。顾问团队深谙华人礼数，周全得体。这平时那电视收不来这个，六点钟之后才有。哦，对，这是啥台？这不也华人台吗？猴哥里外全都穿一样的帽子、鞋。这都是收音机里的？买两个收音机啊？这是国内买的，金正。这都收的啥台呀、啊？怎么能收着呢？都给我整懵了。这是又一只原来国内带过来的。我你现在放哪个呢？都能听啊。这个我寻思试试他俩，今儿没啥事把手机找。今天我又买一个花20多块钱。那个声音不就挺好的吗？那也不是收音，那是 YMC， 他一直光能放歌。歌多好听，哎，国内的歌听没听过吗？那堆衣服是啥？刚洗的。我是拿过去过的。这是哪个唱的？是这个是哪个？